身后面就天使天，其实我最主要不是跟大家讲天使天，而是讲这里泰丰。其实我们在启德这边都会望到泰丰的建筑地盘，其实它是很近启德的。这个楼盘我自己几欣赏的，当然其他人不太欣赏，是个发展商的问题。我估黄新英集团是扎根于香港1960年代创业的，主要是从事这个纺织，都开始是涉猎其他的行业，从事一些餐饮业。房地产这里我们90年代开始主要从事这个商业地产。香港这个住宅项目是将我们商业营运的经验输入去我们这个楼盘这里。它前排那个就是丽晶花园，再起的那个就是云照道那些公屋或者居屋，之后就是泰丰了。它应该接近峰顶，它这个位置如果直望可以望到天晒天的话，其实就是两边对望的话，其实都挺阔的。价钱就15,000-16,000彩虹站 OK 的，离个启德站不算远，不过那些人不是很欣赏，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跟大家分享就这么多，下期节目我们下期见，拜拜。